各位海牛粉、海牛吃、海牛狂，你们好！在前一支瑞比与海牛的精华受到广大回响，那么究竟是什么强大的火属性呢？在那之前，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支精华。对面 MVP 零零，这个爆炸头。No! No way! 不要再讲了啦，害羞。就在笑。哎呀，四公女啊，想死你了。在哪里？死了死了死了！我相信你。不要隐藏你自己。吃成了果啦！怎样？你谁吗？你谁？我是胖子。没有开玩笑的。哇，又有零零！哎，对面有两个爆炸头。啊！有没有觉得海牛真的很可爱？如果还没看过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资讯卡。看完了前情提要，大家有想到是什么火属性吗？是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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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它？都不是，答案是它。光明盛宴，伊耿氏，我是光明的引路人。你有猜对吗？那我们就要开始啰。那请问你还有在更高档的感觉吗？更高档的哦。对啊，我想一下。那你可以念国语版的，要念得很字正腔圆的。好。火。火。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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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猥亵的。双明就是这么优秀的。双明其实蛮花蛮多时间的，真的。其实他们才是最爱我的那一群人。对啊，他们很有空的，每次都来我影片按不喜欢，真的心很痛哎。我觉得很奇怪哎，啊你不喜欢就不要看就好了，干嘛还要按个不喜欢？说好的老爷爷，好，我现在就玩老爷爷。我老爷爷超强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好，我再演绎给你看。好，我用鸡汁口味的老爷爷。好，我要去尿尿。好，有洗手啦，不会擦干哦、喔。手没有湿的，就说我没洗手啊。我之前尿尿，他们也会说：“哎呦，没有洗手。”傻眼。奇怪、欸，他怎么一直吸呀、啊？这个瑞克，我他妈还不吸你的冰，他妈的、啊，超会烫的啦。真假的啦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死了空招了，我看到了，小心一点哦、喔。我手就很短呢、啊，注意一点哦、喔。来，我们蹲一个。嗯。修了，修了，修了，修复、欸，差不多就好。差不多，先生，回来了，还想走？不要再。哇哦，这样也行。莫拉扣扣大魔王哎、欸，回家拜年哦、喔，天，听扣扣大魔王。怎样？回来啦！恶心！哦，终于！感谢懂你。安安，你是谁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个瑞克好像很可以哦。没有啦，是那个艾迪很可以。谢谢。给你看我怎么烫冰的。啊！啊！修了，修了，修了！欸啊、修了，修了！来来来，我们来烫一下路。信不信那个书会把我烫爆？来这招！啊！哦，他这很凶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。你好像还好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修了，修了，修了！不要自己跟冰玩。下就清光光，鸡舍死。修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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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了。
妈的嘞，来换一个咒语哦。这个咒语是专门拿来去升华一个阶段的。嗯。Fire！你看，地的魔鬼要没了。我不应该看你这么快了。Fire！不要啊！给他一点机会。Fire！烫他！干！哦，西巴，差一点，操！可惜，我的魔就在下路全部滚完了。对。来看哦，刀锋。啊，烧了，烧了！啊，烧！好烫，好烫！我觉得没有很烫哎。烫硬哎，没办法。修了，干，修了，没有靠腰哦、喔，很老塞哎你，修了，这边打起来了，修哥，来啊，他怎样啊？修了，那请问你还有在更高档的感觉吗？更高档的哦，对啊，我想一下，你可以来个台语版的吗？台语版就是修啦、台语就是修哦，那你可以念国语版的，要念得很字正腔圆的。好，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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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猥亵的，火，火很棒，火我最喜欢的。火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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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焰！火很好笑哎、欸，火很好笑。火火火火！刚刚英文版的海牛用过了，英文版我已经用过了啦。好，不然再换一个加强版的英文版，好不好？来，先遇到人再说。嗯、要来了吗？还没，我在酝酿。好，这个咒语要吟唱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呐、啊。好。Fable！竟然是火球。进阶版啊，多一个球啊，很难念呢、欸。爷爷，我要死了！爷爷。Fire！火起来 ！Fir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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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 ！Fire！ 两只！Fire！ 滚吧！就知道爷爷行。Fire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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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爷爷的魔力耗尽了，抱歉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没了。我已经用完了，我的哎呦 MVP 哦，我的 Fire 之力用完了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我们又回到了，我们又要开，我们又回来起点了，耶、yeah! 耶、yeah! ，没人点塔是傻小，我也觉得没事的，就你一个人在狂，然后其他人都在吃野怪，不知道看不懂，对啊，干嘛、啊？这游戏有这么难吗？看，现在我高血压了。哦，你也要关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可以，那我留时间 给你的孩子们了。好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啦，拜不。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很开心，今晚谁来做客？找到了海牛。哎。原本不是找海牛，海牛原本想要安排在后面的时间，可是就刚好了，就刚好问着问着发现，反而是海牛可以先的，所以就先邀海牛来玩。嗯，后续的话还可以继续找其他人，然后再慢慢来看一下，礼拜四的这个今晚谁来做客，会有多少人可以陪我们一起打传说？好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